不然你根本不知道文森特这个人。嗯、对，跟他们有这个交情，你就没办法继续。对。啊。不过文森特也真的是 QQ 呢。对吧、啊？真的。那又被车撞。真的。被裁员又被车撞。难怪他想要报复。嗯。啊，拍谁？好，接下一个前置，下一个前置也是之前都没玩过的。还想过、啊？哎、欸、靠！我、哦、这样过去。金库镭射器。哦，变镭射器。这好像电钻吧？嗯。哦，远哦。哦、oh. ，水处理厂。嗯，我要换一台车。金库镭射器，感觉会比电钻快很多啦。嗯，这里。哎呦！那是不是伤固多堡垒？这是不是空军基地啊？那边啊，就是那边不是有个设施啊？空军那边有个设施哦。可是没有人会买这里，太远了。我是买这里啊。啊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他在过去哎、欸。那边是另外一个地堡哎、欸。因为这边是直接，就是直接接那高速公路，方便啊。嗯。不是有人说出来每次都撞到，就是触发警星。嗯。那很烦哎、欸，每次都会撞到。对啊。到了。要全部都到吗？哎呦，感觉要哦，下面有紫紫的车。哦，我在下降，我在盘旋。我要下降了、哦哦，克里夫。克里夫佣兵不是那光头那些吗？哦，哦，痛痛痛痛，痛火力火力强大。有那个、哦、火的兵，我觉得不能乱炸吧。可以吗？谁那么敢？他直接说除掉就，可是他应该是掉袋子啦。但可是不是会被烧掉吗？我很怕、欸。炸掉了，我炸掉了，炸掉了。好，车子炸掉了。好远、喔。还有一个，是不是有人开了一台坦克啊？不是，他从里面开出来的吧 ？NPC 都在开坦克出来。进入仓库。进入仓库 ，DSD 跑进去开坦克、喔。对啊，我因为我看地图上有一台坦克啊。两。他是在你 DSD 在里面乱轰。袋子啊！我的肩膀都裂了。哇，你们整个每个都一模一样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需要有一个人，我可以一个人拿两个吗？不可以，应该不行吧？我们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又进来了。可是不是还有克里夫的人啊？而这一个剧情是在末日抢劫钱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你的你是给你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这台我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的。有拿东西的就先做吧。对啊。哎呦，差点被吃到。哎呦。协助。咻。走喽，走喽！
回到接机铺。嗯，上面还是下面啊？直升机。上。咻！嘣！ 然后我们瞄准到谁啊 ？DSD 啊，对，瞄准到 DSD，DSD 在我前面，我一直瞄到他，一直瞄到 好远。这结束还有吗？还有两个前置。好。还有两个我们之前没玩过的前置。有感觉我需要换车了。换车？我的暴君二在冒烟。哦。 前面不是 DSD 吗？对啊，刚刚我瞄到的是 DSD 吧？还是 AC 啊？送完了，找不到路。<咳>你的车冒的烟有点大、啊。 嗯，这我换。你污贼车哦，是在干嘛？等等，下一个是。哎呦，繁星中了，中什么？哦，抽奖吧。就我一个吗？嗯，没有。没事没事。哎呦。 哎呦！我们要拿电池脉冲的东西。脉冲。脉呗。刚才电池低，不小心轰到了。去机场。 感觉你们过去好了，我比较远。嗯。哎呦，快到了！好，运兵直升机，偷走运兵直升机，这是要用 G 的喽，哦，好多人啊！还要去大学，他说去什么大学，然后偷取东西，所以这只是载具而已。好多人啊！要一起射哎。 DSD 直接把它干掉了，没有我干的。啊，你干的。哦，去偷，去偷。等等等，这里是不是要爆？这里要爆了。啊，那个爆过了。什么大学 ？DSD 上不来。DSD 上得来吗？上不来啊。上不来。他好像不行，他好像不行。走。呜。啊，痛。 啊痛！别告我 NPC， 我看到他飞出去啊！我看到他飞出去啊！啊，驾驶是谁？是我，是我。哦，我看到他汽车旁边就要跳出去啊！
按到了。所以至少有挂，这是有挂钩吗？这台有挂钩吗？好像没有。这台有吗？我按 G 没有钩子下来，按 E 呢？哦 ，E 有挂钩，哦，挂钩。你看看看衣服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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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啊？哦，那台车吗？这里没有，这一颗，这一颗，上面这一颗而已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在这瞄什么啊？怎么红点啊？我自己瞄准一个博士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还是研究家什么的。好了。哇哦！不要让他摔到地上。OK， 好。我这么说，你这么说，我就想把他摔下去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送到变电所。想飞的哈基。哎，有信心。没有。甩掉警察。不要升级！这为什么我也有心啊？升级不要！因为我们是同个帮派的人。升级怎么出现在我前面？升级你不要！好，走了，升级。哦，变电所是这一个哦。我叫我先甩掉警察。这边很严，而且你看得到那个吗？黄点。我现在要甩掉警察，不然我现在看不到。那你看到我吗？你可以往我这个方向走。你们是哪一个啊？好多都点了、啊，两个点点。我在你前面这一个暴君。哦，好。这下面而已。那边是不是有直接？对对对，你就先躲，先躲。我先躲，我先躲，我先躲。哇，炸掉了。我炸了，我炸了。哦，我躲掉了。好，正我这边正底下。这个是有地方开下也是。对啊，这边要停怎么停啊？对啊，这我要怎么放下去啊？嗯，那你就直接扔下来吧。对啊，你要放哪里啊？哇！不嘞，吼！感觉就我这个位置啊，对啊，你就下来吧。来看一下位置哦，这旁边吗？侧面。考验技术的时候。喂、欸，哦、欸，下去就好。哎呦，到附近他就直接变成那个动画了，直接丢下来啊、哦！扣钱的，你知道我看谁吗？他直接掉下来。对啊，哦、真的吗？直接很大颗的丢下来，射他这样，剪纸完成，扣钱啦！哎呦，小楼不要打给我！我怎么变这样？子？怎么这样子？好了，解下一个前置，这个前置解完就可以解正式的了。
来吧，地点在哪里？啊，先让我进接机厅。前行符哦？为什么电神卖上听起来很贵的东西，随便放在操场上？可能在搬运工吧。然后我要在那边面交了。嗯。有场次啊。哎、嗯。面交比较方便。人道实验室。人道实验室是远。哦，又是一个很远的。喂。哎、欸，暴君要怎么加速？不帅。X 好。但是你需要，他需要冲的。我知道要贴地板之类的。你不要放开，休息休息休息，放开就可以试试。这样有比较快吗？你觉得？不会不会。可是你一开始可以瞬间冲刺加速一次啦，嗯，就直接把它拉到最高速。今天总共跳了几次？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好几喜欢这一种冲下来的感觉。哦，你应该蛮喜欢那个高空弹跳的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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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自由落体应该你也会蛮喜欢的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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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没有，并没有。真的吗？你想要的，我可以帮你自由落体。没炸到。电池脉冲只需要一根电极棒加铜线就可以做出来了。你怎么都知道这种奇怪的冷知识啊？人家说这不是尝试吗？完了，完了！对不起，我没有尝试。哦。要两套前行服，可是我们有四个人呢、欸。就你穿手穿头这样子，哦，一人穿一半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说，其实我们要、欸，其实这衣服要四套。啊，进怎么又死了？这里面要捡四个哟。你哪个系了？警报响了！哎、欸，干我！入侵、哦、！AC 快疯狂扫射、欸！哎，对，他刚先到的啊。干我啊！干我屁事！哦，这警报声有够大声！警察不要抓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哦。这个警报声有够大声！不是我，我解锁一下，就是你了。你的车被攻征收了，算了，车太烂，就是你了。征收，征收，算了，好了。我被敌方的人干掉了。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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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敢回我啊！哦，好，我成功降落了。进去哪？进去哪？我成功降落了。谢谢。啊，这门。我怎么有这把、啊？在哪里？衣服在哪里？不是门进去就有了吗？我没看到、啊。哎、欸，在这里面吗？照好看，照好看。啊、要追我？在哪里？不会是这个箱子要打掉吧？你打好看，打好看。啊！三宝。没有啊。又刚是隔壁间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哦，隔壁间吧。哦，隔壁间还被手推车挡住。桥车，桥车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反正走了，反正走，我们上直升机。上一关留下的直升机，我把它过完了。警察伯伯不要！啊！
繁星代替我死啊！替身攻击，我复活了，我在你右边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边不好跳落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早在这边享受杀警察的乐趣了。哦，怎么后面还有？哦，没有了。然后后面怎么还有直升机在追我？不要追我了！你很受欢迎，他想追你。我也是很挑的人哦。他自己怎么在这里啊？他很挑啊。知道，被追到就来这边的。哇！啊，走开啦！啊！保险！哎呦，后面怎么爆炸了？我在很健康的爬山。健康的瘦身。哇，爬山呢、欸？还可以吸收大自然的气息。吸收贝多芬。贝多芬，贝多芬，贝多芬。你吸气，你就会。就一些音乐喽，是，你就可以变贝多芬了。没事，直接骗到我，太好了。哦，谢谢。啊！你很烦。嗯，去死！哇，这么凶，凶爸爸！我想躲警察。跌下山啊！你怎么又开始坠落了？你真的很喜欢坠落、欸，真的。好玩啊！人类一败涂地坠落吧，我知道。对、欸。真的很喜欢哎、欸，你真的喜欢极限运动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啊、你怎么掉钱了？爬起来啊！哎呦，傻子你又来！啊，笑死笑死！嗯，怎么车子掉下来？车子掉下来？是啊，这边突然掉下一台暴君，有人被打下来了吧？旁边警察都来了，啊！要摔下山的啦！你怎么又滚下去了？好了，最后啦！我在山上滚，这应该都解完了吧？滚！打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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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打勾了。我们这个任务没有打勾，取得面具。要面具？这需要面具吗？应该不用吧。我们可以带我们最好看的水果面具啊。哎、欸，哦，有搭便车可以搭，哎、欸。我是可以直接开始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进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试试看。嗯。搭便车，嘿嘿。杰克，你上一次是直接腰吗？我是开了然后再腰啊。开了之后再腰，所以是按开始之后再腰吗？嗯。耶，yeah, 有便车可以搭，就可以吃太阳饼了，嘿嘿。哦，你们直接进来了，已经邀请、啊，直接邀请你们了。啊，嗯，是进那个吗？手机，对，手机，他应该直接邀请了。有了，这份差事现在已经不能接了。我看繁星是已邀请。哦，我是要躲到景星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是要进去你那边吗？你可以直接用手机进来吧，哦、不行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刚刚星星还在。哦，
要离开动物园，星星还在。好了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嗯，好了 ，Go， 开始。好眼熟、哦。仿佛两个 NPC 固定的、啊，仿佛上个礼拜才看过他们。来，叔叔，眼镜，你的眼镜呢？这可以跳吗？还是不能跳？可以跳吗？哦，可以。我要怎么？点它一下，然后选择。你圈圈的位置按一下 Enter， 然后可以选择这样好，然后入口，入口员工大厅啊，我们做员工大厅，幼儿等一下要买哦。替换载具我们上次是不是没用到啊？没用到、是那个吧？替换不是一个台，另外一台车吗？嗯，说好像不跟不防弹的。嗯，出口就右耳就好，右耳就好。我们出入口就只能选同一个地方。好，买家，他讲好多话，好了。高阶、中阶其实没差多少、欸，差20万。20万算多吧？替换载具用不来到，感觉就抢幼儿药而已啊。3万块，是的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好，好 ，Go。哎呦，哎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他是有放一个眼睛的，好酷哦。嗯。但是大家一起换、喔、傻眼，想说变来变去。哦，我在换。约换的话是大家一起换。哎、欸，我在换整体的。哦。性埋名。如影随形。哎呦。闭着好痒，闭着好痒，闭着好痒。好。哈啾。恋爱了，恋爱了。No， 打不出哎、欸，打不出啊。那就搂一搂。这关很刺激哦，真的、哦。感受到啊，隐藏的应该感觉应该隐藏的比较难一些。无声无息耶、欸，我们要偷偷来。哎，不是，有了。刚想说连字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 ，UI 界面全消失。我刚刚 UI 界面是什么都没有。我就正常开车喽，然后就不抄什么记录什么的，帮我标格吧。OK， 直走右转啊。好了。然后门口可以放个烟火吗？无声无息的，你还放烟火？抢劫路轰轰烈烈，再给你放吧。啊！不是，还有一个蛮干的，你要那时候要放烟火再放好不好？这、欸、我们不是要从后门吗？要从后门走。
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去绕后门了、啊，绕后门，绕后门。右转，右转。能够电击枪吗？哦，电击枪，我们现在有电击枪的意思喽。等下，摄影机的标示。对对，摄影机，摄影机。我停这里啊、哦。好。哦，电击枪哎。这样很近哦，这样很近哦。等一下。哦。这个消音器有，这个有消音器哈、啊。可是，等下摄影机耶。对啊，在射啦。哦。我摄影机直接把它麻掉、啊。这个不能打掉吗？不行啊！没电到，要多电击一下、啊。好、哎啊，找到你们了，戴上面具。人来了！不要想着拿电击器电他们哦，不够远哦。有人那个，外面。啊，不是无声无息吗？怎么一直有人？应该是我刚不小心，不小心拿出枪了。又有人？哪里呀、啊？使用门禁卡哦，这里。进入赌场。我进来了，我刷卡了，进来了。嗯、好。我刚说打喷嚏啊，什么开在开台不好，什么东西在讲什么？那打什么？打喷嚏啊！对啊！哇，我们一开始就触动警报，我们是不是能重来吗？哇，这些火蚁哦！我一开始就直接红色哎、欸！重来吧，重来吧！好，杀我，杀我，杀我！烟火，烟火，没有烟火！重来吧，重来吧！电击枪，电击枪，我电啊！没电到。电啊！直接冲进去，站在客厅大喊：“我要抢劫了！”结果本身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所谓的无声无息就是引来，这个跟我想的无声无息有点落差、啊。没得买。直接开始，应该是刚刚在打摄影机的时候，不想有拿出枪。你拿到什么枪啊？就是不能把它打坏、欸，你只能把它暂时瘫痪掉这样。嗯，好、哦，应该是我不想开到拿到其他枪来、哦。哇，从、啊、那开始哦。哎、欸，等下已经在叫了、欸，进、欸、去就会变多了，进去的就会看到人了。哇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是玩具枪啊！真的不行、欸、啊！这样子我们要重来、欸，试试看啊！好吧，那我进去，门口先打吧，啊、整个重来吧。哦好。哇，这是一失败就整个重来、欸哇。哇，没有，应该是前面警报那边响的时候就要先自杀了。对。所以我们是记录到已经响的状态。对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好吧，那就这个先跳出来。嗯，大玩咖，大玩咖，当个街机铺老板。呀、yeah 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，为什么没椅子，都要站着玩。怕你我站着机台玩太久吧？不会啊，你看那个西门町有一些什么洗衣机，在那边拍拍拍拍拍拍，那也是站着玩，哦、那也可以玩一个整天。哇，你是说那个有那个音乐游戏吗？对啊，买买啊，超像洗衣机的。然后西门町洗衣机，对啊，洗衣机没错，嗯。就他那个手这样子挥来挥去，左握两拳，右握两拳，那个很难呢、欸，超难。回到 GTA 了。那个如果会玩的话，看起来是蛮帅的。很帅啊，可是玩一次就觉得手好痛。他那个都要戴什么手套这样来玩吧？啊、不然手会手套好，有手套好比较好，不然指纹会不见。嗯、
怎么会不见？我加入游戏失败了，退出再失败了。哎，范克林，要剪头发喽。范克林，他头发已经够短了，你要叫他剪头发？剪个更有 sense 的、啊，画剪个图案出来吗？对啊，刻个图案哦。那个要戴手套玩，对啊。而且真的还不敢在那种玩玩的人面前玩哎、欸，会被人家笑。对啊，你这样子你也敢来玩？看，秀下线啊！这游戏都已经出多久了？还在这边跟我们挤，你就不要给我有新手的时候。no, 你是看过新手玩了、啊？不是，我都想到有一次在那个洗衣机前面是自己原地跳舞。哦，有有，我看过。欸、然后我发现，No Life 他不是有那个自己的纸娃娃？嗯。纸娃娃可以做表情，真假的？来，是我刚刚看那个啊，就是贴图那边有纸娃娃的表情耶，可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纸娃娃的外观不一样，嗯，就变成其他样子。我先就直接去接任务，看能不能直接邀你们好了。好，不过他很坏耶，纸娃娃的装扮啊，30天。哇哦，好坏啊！不是永久的哦，不是啊，不能买断哦。感觉可以去推荐一下，说出个永久的，嗯，不然他之后跟你说哦，那个活动啊，第一名的话可以拿到永久时装啊。嗯，开单人再跟我们讲，还是你要直接开任务？嗯、我现在是几乎单人呐、啊。哦，那 我开任务邀你们应。应该还是可以，但都可以啊。你们要先进来也是可以，这样可能会连线比较顺。好，我还在跳出来，就应该是坏掉了。QQ， 今天下午开台，嗯，然后那时候看到干，我哪个干爹打了一首歌，绿光嘛。可是他打的绿光那个是欧罗拉的歌词哎、欸。啊？I C 一刀光啊，如此美妙啊，是欧若拉不是绿光，但是他是唱 I C 一刀光，绿得你发慌，笑死！等一下，有点母汤，啊！哦，我现在在公开单人了，我来进不去，我还在独区荒，进不来的话，等下我再换一个试探看，还是。有谁可以开？他在飞。啊！啊！有个烂游戏准备出多人连线了。什么烂游戏？弓箭传说。哈？弓箭传说。弓箭传说，对啊，有游戏那个、欸，他之前不是有另外一款，他直到中了一箭，对啊，那款不是已经可以连了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觉得哦可以连线，我们应该也做得到，然后他就做看看了，嗯，有消息，我感觉有点小迟了，其实他只要。关卡卡住就真的很难爬。嗯。你进得来吗？对啊，我跑去别的战局。加入游戏。我是去那种西门町旁边，不是很多机台吗？嗯，想要趁那种旁边没有音乐游戏在玩的时候，跑去玩泰国。嗯哼，结果一投币下去，旁边就有人就玩旁边的音乐游戏，然后被人互尬。对，噔噔噔。
啊，太古本身又声音比较小，就听到就很气，一都被盖掉了，听不到声音，就只能看画面打了。你就自己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干老他，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嘿，是这样子啊？又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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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老回去，哪跟减肥哦？不是说唱一首歌可以消耗多少卡路里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个战局全断光了、啊？又进来了，我进到一个战局全断光，这样为什么会跑到日食大楼啊？繁星来了吗？我没看到。哦，有空开战局两个人。